第一百万句电话的用户是台北9622-4580的郑黄豪女士，高部长除了赠送一句彩色电话之外，也退还了装机费10000元和分区材料费2000元。 我国从50万句电话发展到100万句电话，仅仅只有3年4个月，成长之快在世界上还是创举。目前我国的电话机的密度是每100个人。